所以人家就问我说，啊，要了解我说就干单呢，我的名字叫施亮洲三个字，请你怎么样上网去雅虎一下跟 Google 一下你就看到了。好，所以我这边也要呼吁跟提醒大家，你的名字上网去 Google 一下找得到还是找不到？来，找得到请举手，你自己觉得你上网 Google 人家找得到耶，来，很重要，三个四个五个，我要告诉各位，让做业务员全部都要找得到。吴夏蜜，你的买方今天跟你换了一张名片之后会不会回去上网一下？不用了，手机就上网了啦，现在流行已经快速到这里了，就一看没旁边刚刚那个有的，我告诉各位这有什么好处你知道不？你上网如果 Google 找得到，我告诉各位你的成交机会就大了。找得到跟找不到，各位觉得哪个机会大？各位觉得谁的大？是不是这样呢？那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的销售机会？是不是就在增加我们的销售机会？你找得到就多，找不到就少，所以也就看我们今天的所作所为是往大的那个方向走，还是往少的走。那现在这个趋势也会慢慢越来越明显了。好，我简单提供给各位一个方向，怎么样找得到？也不用那么麻烦。各位不是都有什么样？各位都有 FB 吗？有 FB 请举手。我告诉各位，我们做任何事情 FB 绝对要，现在也是必要的行为，没有呢就弱了。为什么？人家吹都吹不嘛。FB 拍起来有两种，你也不要搞错了，是不是啊？你讲的哪有乱讲，你要弄粉丝团啊。我告诉各位，不是你的个人 FB 哦，错了哦，那个是你的隐私权哦，你应该用的是什么？是 FB 的粉丝团哦，黑龙边景的哦，这是一个。再来呢， Google 的 blog， Google 的部落格或者 Google 家，这两个是绑在一起的，对不？你的个人资料是不是往上 po 可不可以？把你的个人简介，那施老师今天给你看的这个是我的，这个就是一个范例，行不行呢？你就是照这样的方式，你就往上 po， 人家一早就看到了。那人家看到之后呢，对你个人的认同度觉得怎么样？很高嘛，好像我们的制服穿得非常整齐，我告诉各位非常棒，可以，人家就不用问你，你是哪一家，这看嘛在，哦，当然很重要，我们要见客户，不管怎么样，哦，男生你的领带一定要夹起来，你不解你的领带，人家以为因为大家都是白衬衫，看起来都赶快，你知道不？这非常重要。因为我们今天是有品牌的公司，你就是一定要用，不然我们为什么要使用这个品牌？